我们现在到了，耶嘿！这边出来就感觉很传统的房子。 现在来到了这个泉州的韩屋村，然后我们现在就来参观一下吧。我们现在在去借韩服的路上，然后这里真的好好看啊！哇，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地方。 我们现在进来了，人突然有点多。我是右。哦，这边好像是竹林一样的感觉。 Water place. I'm up. Wow. Looks like a local place. Okay. Oh, this is good. Yeah. Okay. Okay. Yeah. Oh. Here it is. Wow. Wow. Is it good? Yeah. Yeah, so pretty. Wow. Oh, it's worse than. Where are you going? 我们现在去 GS 25, GS 25. 我们现在回家啦。我们现在出发啦。 去光州，然后飞机。我们现在在highway 上，highway。这里是，这叫满洲，满洲的。 哇，我们现在来到了卡英妈妈推荐的这家餐厅。哦。
现在来到了这家咖啡店。哦，你也是呗？啊你？一个人在等的。